今天是双休日，双休日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。每到这时我都去淘宝啊，淘宝之前前面有个小早餐厅，早餐摊我得去吃点饭，熬餐蘸饭，然后出发。到了，先吃饭。这是我们大东北的早餐，一碗豆腐脑，两根油条，才花4块钱，多便宜，吃的饱饱的。老红木的盒，陆鹤同春吟长寿，日月方彩岁大风。老红木嵌楼店的盒，这有抽屉都能打开，装点零钱马粪什么的，毛笔什么文房用具都可以，不错。挺好。像请领不领人看？那个谁是够不错呗？那个什么风辉，风辉什么风辉？那个繁体字风字，风辉书吗？前面还有姓。他想跟我走着。这有许啊？许有楚，我看那楚这不是杨武吗？许风辉啊？啊，许风辉。啊，许风辉。许风辉，许风辉有名是鞍山的吗？能查着，沈阳的。搁沈阳买的。搁沈阳买的啊？这事儿不错，学气功的这是。一二三四五六方是吧？六方缠太厉害了，有四道小冲，这口还有磕了，这还要150，你这不扯呢？三十。不那个。给你个价，30块钱行吗？30块钱买回来了，啊？60买不了，这缠太烈，我就是买回去当个标本，完成全你，完孝敬父母的这个意愿。我拿了过100块钱。啊？这100块钱够一只吧？都是缠的。那个缠的更厉害。这不更厉害吗？这俩珠子，这么一点点，这俩珠子挺50得了，坏了一好一坏。这一对一百，我亲爱的珠子不是都买到吗？我亲爱的大哥50就干了得了，一好一坏，一个好一个坏。我知道你赔钱，保证没钱。150吧，60，行不行？一好一坏。我成，讨厌我呀？我成全我想成全你孝敬父母的心愿呢。你买一个可能得100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坏了，两个60块钱，对，一百一个，两个60块钱卖不了啊，都坏了。便宜点儿呗，我还不便宜。便宜点儿，早点回家给你妈买束花，不挺好？100块钱都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，这清代这不是说现在的几千的玩意儿。那我给你价了你。这清山代这都没法儿了，100块钱一点都没多要的。去，啥清山代？对呗。这太晚了，你这一分钱我都没卖钱，你这我要这完事儿我就收摊。没卖钱，我不正好给你开个张吗？不挺好吗？要你正好是赶上大过生，要不然我这不能。那俩你给我包起来，我给你拿钱呗。哎呀妈呀！合着微信和现金呢？这对，还有别的支付方式吗？干啥去啊，我哥？这多钱啊？你别走啊！这一个，这一个你拿是兄弟感情价啊！兄弟感情价，具体多少钱？不老不要钱。老了，这个是谁让？你这两个小牌，我搁你这摆老长时间了，我老来。不行，里面再说。我这一般我是摆老长时间了，你别不，你不卖一件少一件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绝对是了，是不？那不行，太粗了，这个是小猪猴，冲锋下葬，它不精，如果精美的话，我就。要那种，我再给你面子，两百六，你要真是拿不住，我再给你个面子，150，你不行，150，走了，走，哥，走吧，走吧，师傅，我不理你了，真的，150，哎呀，哪有啊，人家，行，你个。